大家好，8月24号，哈尔滨市的阳明滩大桥是发生断裂事故，4辆货车坠落桥下，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5、6人受伤。这么大的事故，现在中共官方回应是肯定有问题，却连个责任人都没有找到。哈尔滨市纪委就说，因为阳明滩大桥的施工指挥部已经解散了，所以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这段事故桥梁。哈尔滨纪委他们查不到，但是网友却查到了。阳明滩大桥分3个阶段投标的，3阶段的中标公司都被网友们查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当年参与阳明滩大桥建设的中铁一局的工程师李本良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说，哈尔滨用了18个月干了别的城市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想顺着中铁一局这条线查下去，应该很容易找到事故的责任人。盲目追求建筑桥梁的速度是谁下的命令，谁必须负责任。2011年9月23日，在施工过程当中的阳明滩大桥就发生过事故，一根侧梁在吊装的过程中是滑落，造成5人受伤。哈尔滨市纪委呢，当时出来表示说，这并不影响阳明滩大桥整体的施工进度和品质，大桥仍然要24小时昼夜施工。这也说明了，当时你哈尔滨纪委是监督工程质量的，那么这次断裂事故你本身也逃脱不了罪责。官方宣布的事故原因是因为超载，但是网友公布了2012年5月26日阳明滩大桥上的一张照片，证明这个大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大家看一下，螺丝被很轻易的拔了出来，这样的大桥不倒就是个奇迹。希望中共官方不要再冤枉超载的司机，这次也不要再冤枉政府里面的临时工。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